我看员工也高比较往大家了。好，那么第二个阿龙阿弟，我看今年买也工作少年了。这下面，不问那个你有两米的，不看那不是就把年纪还起的来说，心里啊，没得啊，而且你了，已经空了不？那阿龙年纪还没细胞，我说也都来往大吧。我不敢了，就说年年也面对了，那都七八千点两米是吧？高呢的，那来来对呀，我不敢，我七点就来，高呢那来没米啊？然后了，慢慢的是慢看我工作地呢，我就弄那个，那我拉面那个没得这个，七八千点两米在那生干呢，在里高呢不？那然后了，我哥也是有哥因，哥因因我们那个哥因面对嘛呗，七八了面对嘛不？比较好吧呗，那么你妈妈也不干，你努比咋吧？还有家里的，看到你，新买看我工厂里的出来人，陆陆地到吧里。好。这种路也感觉天天不跑，目的嘛呗，把这路来说，哦，干么的啊？俺跟我说的，这路哪个人家问我都不叫，俺也压了。啊，俺家人家就来拉拉搞嘛的，比较嘞，哦，各路外朋友里不，干吧？没打住的，这种些烂下来就好吧。然后就明白了，因为我以前呢，当然我以前呢，是比较小厂嘛的，然后那苗屋那水的工不，苗一吧，我那俺弄了个把木的台灯的苗的苗一吧的，啊，就弄了个把生那小灯，那毕竟的个把木的温度用嘛，问题多吧。有些土地没去过，不敢阿龙苗那点地嘛呗，但阿龙苗那点地皮的是王大姐不。就那如果毕业，我跟他毕业的年头，老来比小毕业的多吧。